我忘了谁耶，还是女生，好像是啊，欸，小莫吗？好像是小莫吧，我不太确定，因为昨天太多人了。他就我们一群人，然后在 Discord 开语音聊天，然后他就问说：“我可以问一下什么是 ABO 吗？”期待言文字日子啊！我可以问一下什么是 ABO 吗？然后所有男生都倒抽一口气，不要问，不要问。然后其他女生就说：“哦，是血腥小将啊！”然后油条就在那边，什么血腥小将？他妈的，我上一季怎么样怎么样？然后我完全不敢讲话，就在语音里面要点点，然后超好笑。然后我又忘了是谁在那边问，所以 O 是受方吗 ？A 是？然后油条就我跟你讲啦，我简单跟你讲啦，那个 A 吼，你有没有看过人家在柏油路上面在那边一直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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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 ，A 就是那个啦，啊什么是 O 就是那个地板啦。我记得卤蛋也在那个 Discord 里面，然后他完全没讲话，他就沉默，而且很好笑。那个谁，李迅。因为你知道大家 Discord 会互相闹来闹去，就会开始凑队，然后李迅就会突然开启变声器，那如果你不想被 K 嘟的话，那我可以吗？然后大家都崩溃，啊，李岩出来了，李岩出来了。